原标题：二战期间，苏联女兵被迫穿短裙，如果落入德国手中，下场很凄惨。战争从来都是人们的噩梦，尤其是像二战这样的世界大战，给无数人造成了永恒的伤痛。据说，在苏德战争期间，苏联有超过20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，因此苏联国内兵员紧张，于是他们成立了人类史上最为庞大的一支女兵队伍，人数多达80万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是少女，医护和通讯的工作是他们大多数的职责，当然也会有一些危险的岗位等着他们。二战期间，苏联女兵被迫穿短裙，如果落入德国手中，下场很凄惨。但是让人们不解的是，这些女兵是穿着裙子上战场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穿裙子作战是欧洲的传统，因为在传统观念里，女性穿裤子是不雅的，而裙子才是他们的正装，所以作战时也有规定，一律裙装作战。另外，女兵穿裙装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，认为女人是不允许穿上男人的服装的。让人遗憾的是，这些女兵半数以上都牺牲了，她们永远地留在了那场残酷的战争里，而幸存的那些女兵身心都受到了极度的摧残和无法想象的磨难，而这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在和平时代里成长起来我的人难以想象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Thank you.